经过一年39场的演出之后，周杰伦摩天轮世界巡回登陆上海体育场，现演升级旗舰版。时隔一年再度到沪上开唱，周董加入更多新元素，开场在一片冰封世界中揭开序幕。一身银白水晶盔甲战袍的周杰伦从冰封世界的高空现身，自12尺的高空从天而降，全场顿时为之疯狂。有别于摩天轮的最初风貌，周董可谓下足功夫讨好歌迷，增加场景道具，定制新演出服，还首度以歌舞剧形式演绎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演唱会的后半程，周董抱着吉他，带着歌迷从追忆那段逝去的青春，竟然弹唱了《彩虹》《晴天》《回到过去》《安静》《七里香》等经典曲目，场面颇为煽情。妈妈呢，带着他们的小孩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哎，他们小孩将来也会听我的歌，你们会吗？”当你们做爷爷奶奶的时候，还会听我的歌吗？哎呦！这样的话，三代都听我的歌曲，还不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身体要非常健康，才可以一直到以后都听到我的歌曲。我也要到80岁都还唱着双节棍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答应这个歌迷朋友，只要能唱，我就继续唱下去。但是呢，你们不要到时候不来参加我的演唱会啊！想说这老头子你还开什么演唱会？双节棍都跳不起来了怎么办？如果到时候我双节棍跳不起来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会用唱。爱奇艺上海报道。